哎，说来哈，俺们来讲这个第七项。第七项叫做祝福国运相，与祝福龙气相，祝福端和相，祝福国平相，吉祝飞高起，圆满吉祥。乃佛因为殊福，永远精进，甘得吉祥，表利益众生，大悲无上之来相，来得。安尼讲吼，那么。这项呢，就是讲咱呐，这个政府顾问，这个顾问上就是诶，咱的脚盘啦，政府就是脚盘，不是脚底，脚盘，脚盘，不是脚底，脚盘，脚盘。这脚盘哈，高盘，高就是官，盘就是安尼，圆满满，哈。呀，有讲的时阵，量气上哈，量气，量气就是安尼捧起来哈，是不？我讲的很端和吼，端和吼。我后讲的时阵，高平吼，所以说就是讲，脚背高起，圆满吉祥，明白不？我个较讲较简单，就是手脚啦，这个连带你倒下去，连带咱这个，咱迄是讲的地上啊，祝他安平日常，有无？牵你遮来，才知影讲吼，这个安平上，本来就是安的，咱就是爱去管脚底，亲像大树的脚。所以说，咱内底拢有滴空气啊，树王的脚吼，树王，鹿啊，就讲爱鹿王吼。时阵眼呢，伊就讲啊，眼王吼。凡是你所有的迄落咱家动物所学的，用迄个王，狮就狮王，象就是象王，牛就是牛王，龙啊就龙啊王，眼就是眼王，安尼讲起，所以说你即摆就了解讲，咱脚底吼安平上，一定爱观手脚，咱才徛会在，安尼遮尼简单，讲是像安尼像个脚安尼，来个徛就好，安怎？咱拢袂安尼讲，你就知影我爱。咱中国佛教的缺陷吼，就是伫遮。咱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咱今仔日佛教又是新型的佛教呢？咱今仔日佛教所讲的这个佛教是儒教化的佛教。你若较有研究，你就知影儒教化的佛教，佛教儒教化就对了。
书经的迄个讲解，你甲看嘛，知影？啊，海拢足够啊！啊，所以说啊，咱中国人无想要幸福，啊啊，大家都想讲哈、啊，我要来来联邦就好，联邦你听有？联邦就是好，咱是莲花世界。啊，莲花有庙啊，啊，后来啊，莲花化身呐，啊，莲花化身过来对人心呐，啊，啊，恁捌去拄着莲花化身的人无？啊，我讲恁捌去拄着个虎庙有缘。诶，生出来的人我是捌看啦，好，恁大家拢是啊。我也唔捌去拄着讲迄个莲花化身的人啦，啊，啊，实际上呢，啊，这是做方便的法门啊。实际上法门是比，有修的人跟如来佛的法门，东方。东方教主有书的你跟你来有但不过这呢你要有有地位啊有地位人那是得得到但不过我都想要这次来幸福但不过好像我感觉这样说难得幸福呢没有办法呢啊，我们再给你开第二张的支票啊，哪里你没有关系啊？你要怎么样？人家大家说，哎，今天是很大多的支票，讲我不用啊。哎呀，来开的万几，这个好哦，哈、啊，这个是方便法门，西方告诉阿弥陀佛的世界，堕落的世界。啊！啊！堕落世界呢？啊！你看，你无人生机啊！啊，所以说，伊就讲用莲花化身，啊，怎么说的？啊，莲花化身呢？啊，咱都幸福了，啊，咱都做了，啊，安尼幸福，啊，因此的啊，阿弥陀佛的世界呀，安尼讲，啊，啊，无讲个幸福机。啊，干那讲莲花化身啊，啊，应承底下，我也是安尼讲。啊，你唔过不需要爱有条件，啊啊，你来念佛咯，念个讲嘿，一心不乱，不是爱念个讲不间断，啊，不间断也好啦，一心不乱也好啦。容易走啊，不容易哦，啊，啊，哎呀，你哪呢？啊，该念我安尼，一时阵啊，才有条件，才有 passport 好去呢，要不然啊 ，no passport 呢，啊，没当去呢。啊，即马即个有 passport 啊，去嘛，无非嘛，只底啊，互你莲花化身尔呢。啊，莲花化骨不知道，啊，我唔知影呢。啊，化骨迄佛经内底无记载呢。哦，啊，这是佛祖的法门啊，方便的法门啊。个人生一定要幸福，无论安怎，我都是甲你牵倒转来。那我哩爱写几件多不难的，讲他变两个，两个讲呢一心不乱，哈，两个不间断，你得发变个念，发变个念，发变个念嘛呢，一直个念，一直个念，哦，啊，两个是一心不乱咯，两个不间断，啊，就跟你看到那的不加幸福咯，是不？他的境界。你念佛念到不间断，已经是真清净啊嘞！哈，念到不间断嘛，啊念到一心不乱嘛，哎、欸，
外界拢无法度去插我的心，我都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那叫做一心不乱嘛，是吧？外界无法度去插伊啊。那么这样的叫做十地菩萨啦，的境界啊，啊，比较幸福啦，无生法境的境界啊。那是吧？那是好先生爱家哩，是一人多出来，那是看来吃。啊，那不是呢？迄个弥陀经啊，咱这药师经，你个对照看来。啊，也是讲，哎呀，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你十二大愿个对照看来。啊，拢这说法来讲，拢第十二愿来对安尼去个分出来。有第二个分子的，啊，啊呀，我们到的世界也好嘞，啊，你的世界也好嘞，通通都是一样的，是安那通通一样，哎，跟我们讲个清楚，通通一样的，是安那一样，我的，我的多呀，叫做世界的多呀。阿地啊，得多伊啊！啊，天堂得多伊啊！哎，拢从滴外意识来滴。我这个心，我的心，阿只有诶吼。阿你若无信心，阿敢有福？阿你若无信心，敢有神？对吧？啊，你若是无信鬼，敢有鬼？哈、啊！所以说，佛也好，魔也好，仙也好，恶也好，系拢咱的意识。哈、啊！啊，佛教是安尼，拢甲你包括一切，啊，仙恶包在一边。十方法界通通包含佛教内底，啊！啊，给你开真济门，八万四千门无限的法门，看你信善，看你的时阵啊，不打几门也都一样的，是安那一样，因为你所有的教。相对的对象、教化的对象，通通都是人类，通通都是人，啊！咱教化的对象，拢总人。你所以说，哎，对人心都要辛苦了，爱护是啥？啊，好的定义是啥？啊，啊，人格提升比佛格是安尼无？佛的定义是讲海啊，大彻大悟，哈啊，解脱的人，哈啊，人格圆满的人，无烦无恼的人，哈、啊，去追求这个真理，我去看到真理，了解真理的人，那这样的人都是佛啦。那么，要咱的人格，咱是人，我们叫得到人心呐、啊。啊，所以说人格的精华，阿弥陀佛辛苦了。啊，所以说很重要的事情的家，啊，不过咱这么一般信徒呢，哎，对这一点的那个观念嘛，这个观念呐，好像刚才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个观察起来呢。这点的观念不够清楚，啊，没资格。变作讲，今仔日的信徒变作讲太深不浅了，不然的啊，人家的信啊，我们来个信，哎，这个对人无坏，啊，咱都来个信，啊，人家不拜我们来个拜，啊，无非就是正一个善根。啊，向善啊，我有在做代志，安尼尔尔，啊，真正是你的幸福无？
无可能，因为你无心要成佛，哪有可能成佛？对不对？啊，以前佛教界都是安尼啊，啊，大家拢讲哎呦，我都念佛就好啊，我要来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安尼念念，啊，啊，我来去遐做一个啊莲友安尼念念，安尼成佛无？啊！啊，咱这个生活一定要，哎，咱在惭愧的当中，好生生地来生活，这才是正确的。啊，啊，对这点的观念，太模糊不清楚，是吧？你怕安尼想过无？啊？这个意思啊，是讲哈，啊，你要认真去修，啊，花介久的时间，你才有法度去了解啊，了解佛的迄落啊。啊，阮中国式的讲法，唔着甲你讲，哎，甲你看个遮久遮久，啊，你唔知是信心，就是安尼无学起啊。那话讲到阵来，啊，咱怎啊，不只只讲的啊，咱的意思，哎。刹那当中走亡啦，哈！啊，你看你不转几十岁，啊，几万岁，刹那当中念念吧。然后各工都进来呀，来，现在的几秒是现在了，对不对？想健康的啊，不过看健康不？没有。那么现在的几秒的前一秒呢？过几啊？啊，涨个顿来哇！啊，已经过去了嘛，啊，迄个过去死啊了。啊，那么搁再前一秒呢？啊，搁前一秒呢？一定个对起，啊，唔是比对个无始以来，啊，啊，你怎么所讲的？啊，迄个不是安尼，安尼距离啊，你了解？啊、哦，刹那当中的鬼，哈、哦，只有咱的意识碰下拄到的别生物，啊、哦，啊，这句话就到来，这句话都是，哎，啊，不做太自闭啊，所有的人拢爱得，啊，从啊这个的别生物就到来，啊，就是这个第三第五级别咯，啊。啊，可能就是啊，啊，阿弥陀佛世界啊，这是第二张嘞，啊，这是第三张，第三张是什么款呢？啊，地藏啊，地藏王，地藏菩萨，有无？啊，这你游行世界，你地下门遐等你啦，啊。爹哩等，阿哩在去哩哎，啊，地藏菩萨哩，啊，阿哩那讲哎，我临终哦，来发妙念哦，念讲啊，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阿一直个念，哈，啊，地藏法门哦，啊，我一直个念，一直个念，啊，阿哩阿我都有机会，啊。阿弥陀会加多啊，是哦。啊，不过，诶，啊，怎啊？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念起人是啥？啊，迄是我伫咧时阵在念诶。啊，伫念诶人是啥？啊，啊，伫修诶人是啥？啊，啊，伫念伫求诶人是啥？啊，安尼得。啊、所以说你放下拄到的别生物是安尼哦，对不？那只有一念干念念嘛，哈、啊。所以说在佛教内底呢，无迄啰十恶不赦，十恶不赦，你若放下拄到，马上我那就别生物照常。恶人的生物呢，不是别生物，不是这样的。
希望这个个爱去得安尼尔尔，自作自自受咱这个果业果报，啊，这就是佛教的咱这个中心思想，因果论，缘生缘灭的因果论，有缘而生，有缘而灭，这个果业呢，爱受。安尼尔尔，呀，一心那达到个迄个幸福的境界咧，可能过去是我恶个，也无过，啊，过去你太人放火啦，啊，做什么歹代志啦，啊，干涉无所不至安尼恶别做啦，迄款呢，因拢迄拢呼吸冬雨啦，啊。伊照常立地成佛，啊！啊，当然伊啊做歹代志啦，做啥啦，啊，迄个果，迄个果报要有，啊，是安尼的，啊，要么是照常成佛，成佛如果碰到迄个恶果安尼，迄爱家己去受迄个果业。啊呢，啊，啊，咱今仔日啊，靠西人，啊，你靠无迄落人，嘛要过瘾，啊，啊，咱就是靠靠的食，啊，啊，咱来较紧去突破，啊，咱的心念开放，啊，较紧纠结，最主要是的食。啊，所以要做家做弊啊，一切的一切拢要甲你度个好的幸福啊！啊，唔要发这个愿讲啊，地藏菩萨来这空啊！那咱今仔那要做上去讲这个人间呢，净咱这叫做净土佛国啦。那咱修福的所在是佛国吧，是佛土吧？啊，是净土无？是安尼吼，最清净的所在。那么，咱来安那做，啊，哎，咱来较紧吼，叫地藏王菩萨啦，啊，成佛啦，啊，真简单嘞，啊。我度无人，我想讲我第我要来第我要来度地藏，地藏王上好上好度，本来伊就是佛嘛，啊本来伊要成佛的人嘛，不是因为伊发的愿讲爱那地间那无空个，伊就地唔成佛是安尼的呀嘛，啊这个愿真多吼。啊，地家讲话空噶，啊，他卖讲啥啦？咱地球这小小一个沙坡世界，啊，干那讲迄种啊，啊，每一个人都犯罪，你管这个龙眼多好啦，哎，这话空噶，都真歹空哦，卖空地家，哈，啊，所以说啊，多地藏。地藏那成佛呢？我拢总成佛啦，是安那个？我咱就叫语文嘛，哈，阿是空噶，要不然不然那都真简单。来，我先好过，哈，我绝对不爱去地噶，我先好过，我无去地噶啊，我要躲地藏啊，我无去地噶。那么来，我先问给你们，啊，你要去无？啊，你们不要去哈 ，OK。啊，那我不要落地噶，啊，你不要落地噶，那你有两票啊呢？哈，啊，各一票都会使啊呢？啊，我、你、伊，各一个伊啊呢？啊，啊，你要去无？无诶，啊！你要去无？
来啊 ，OK， 安尼对个。我你伊安尼三票，两中通过 ，OK。我安尼伊无先去比赛，安尼有介简单无？啊，所以说，刚才咱的意识，刚才咱的想法啦，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我们不做？啊？所以说，咱到无要去地沟，就是我一定要比较幸福，唔准唔免去地沟啦，是安尼无？我哩所以说还是自觉做起，然后我都不做的话心啦。那嘛应该去做做做代志啊，做不了代志，咱来进行啊，继续。改造是安尼吼，佛教唔只有佛延续佮今仔日，明仔咱来佮延续落去吼，通过今仔日就好啦。哈，咱后一代嘛爱了咯，佮后一代嘛爱了咯。哈，所以说咱大家爱靠自家，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说这都要看到这个高富商就是第二句。我们这个就让你去了解说这个祝贺安平上很重要。再说呢，我们这个连名还有很多，我们这个说我们这个第八第九第十章，这个才是大相。第十这个这个是请体边啊，爱念伊国讲对个。即嘛安尼恁知影哈，这个高富相哈。这呢咱所有的相哈，拢来讲一寡修的方法，安尼附带。实际上，咱佛心三十二相是讲咱佛心啦，三十二气是讲咱佛心啦，是安尼的。但是心拢有迄个需要。我们在讲，这上头你去修三才有的啦，这上头是你去修三才有的啦，用安尼夹来夹去，安尼滴讲。你若无去了解这样的用意呢，根本我看看，当这看了嘛是无啥事啊，当这是要安奈咯，我这都要去修三才有的。我就是烦恼啊，烦恼我那都没有法度。我安尼，迄、那个差距感觉出来哈，无得。我唔知迄日有甲恁讲，顶礼拜讲的，我讲比赛马拉松嘛。你第一名嘛是去走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公尺对唔对？你去走上尾名，嘛是爱走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公尺啦咯。我还是唔止啊。走较济啊！是安怎讲？你若学做大型的马拉松比方说像我前几年年前要去参加咱这个纽约的马拉松，迄参加的人要到三万人，分做三条路，一层、两层、三层安尼吼，高速公路安尼来走。搭一条路，走到倒下来，搭一条；搭一条路，走到搭一条；搭一条，走到搭一条。走到终点。你怎啊起跑的是这上高走的各种级的排上头前，这是你起点线哦。你看你，外国走，会走，未走。别做的人是要靠后边，安尼做白做后边安尼，
迄、那个距离有几远无？啊，唔呐，安尼距离吼，啊，多走呢，走比人较济呢。啊，嘛是爱走教育，一样嘛。啊，所以说学费嘛是一样嘛。你早教慢教，早成佛慢成佛，是安尼尔尔。啊，佛嘛有大细寸，啊，咱人嘛有大细啊。一样嘛，看你了解个对，反正你要达到个咧环境啊，叫成成佛。啊，所以说信心拢来。我讲上只那个，啊，这就是个你讲啊，乃佛因为修好哈，啊，用命精进跟得之相，是安尼讲。啊，所以说，哎，莫怕那求啦，啊，那那佛教所讲的，哎，那求袂怕嘞，我们要去走马拉松，安尼听有无？啊，那求是安那袂怕嘞，那求哈，啊，一定爱偷懒呐，啊，偷懒得分，对不对？偷懒对呀、啊，啊偷懒偷懒那操我子，啊懒惰啊，偷懒哈，哈，那、啊、你有甲所讲诶，不正都是会吃精进呢，啊这么有写呢，诶、欸，写讲呢，永远精进哈，哈、啊，啊精进呢，啊什么时代是什么时代啊，较紧一点。哦，我咱较慢教，无走较紧的那会使，用行的袂使呢。修行去行是用行的呢，是无？行是用行的哇，啊，什么叫做修行？啊，用行的哈，啊，行的无够紧啊，人早人较早修啊，咱多要修啊，哎，安尼无那个就袂使啊，所以要用走。哈哈哈！哈，安尼走有较紧无？啊，安尼有精进无？我所以说，我唔只讲，哎，哎，过年人操嘛啦，说，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是开玩笑，就是安尼哈，哎，这呢，这样呢，上，啊，就是表忽然的利益众生，反正咱这对这个社会。你有个事物，咱拢爱去做，这就是佛教慈悲喜舍的咱这个本怀啊，啊，爱的表现就对了，啊，佛教是爱教呢，爱教，啊，这个爱真宽。啊、哦，我爱种种的，啊、哦，这是方法解，啊，啊，咱怎么子较清楚者？啊，咱怎么用现代语？诶，我爱世界和平，啥个世界和平有需要无？一定啊啊，对呀、啊，啊，我要爱世界和平，你唔先去爱人，干咩和平？啊，对吧？啊！你讲这爱，公义的爱，不是正义的爱。比方说啊，两性的问题啊，你爱我，我爱你啊，这唔就啊，较正义咯。啊，这嘛是爱啦。啊，不过这种爱是较正义。啊，也是一样爱啊，不唔对啊，可是正义。啊，啊，不过所讲的呢，是大我。公义，好刻苦啊！慈悲一下就是安尼讲，讲迄个即公义的爱，啊，我爱众生，我话迄经有滴讲，爱众生如子，啊，如子是诶，即众生啊，当作是我家己独生子呢，安尼款待，嗯，安尼有够亲无？阿弥陀佛，是爱，
对不对？啊，那日子呢？那日子要是哎两个个体呢，那吃饭少呢？啊，那生个仔囝人就会了解，生一个跟生两个还不一样呢。啊，生三个、四个、五个，要搁较不一样呢。讲五个囝，讲拢总，我通通对待伊拢一样，我相信敢无可能呢。啊，拢会偏爱呢。啊，众生之主，我哪只歹做呢？当初说不伊安那好做，那讲较简单，我讲，咱来搁净化进一步来，上简单，你就是我啦。啊，这咱有安尼想法上重要，安那讲啊，你就是我，因为你存在对我意识内底，啊，是无？啊，你对我意识内底安尼是跟我同体嘛？是啊，哈，啊，你就是我，啊，你是我，啊，我要安那。要安那切你，要安那温暖你。你的善嘛我的，你的恶嘛我的。啊，我若看到你的善咯，哎呦，我唔知有安尼嘛。啊，咱咧七宝心都灭完了。啊，看人伫做好代志哦，啊，看人伫创啥，我都没有这样的，咱的去七宝。啊。啊，这样子，咱的优点啊，迄就是我的优点嘛。啊，咱较紧学就好啊。啊，那看人个歹处呢？我反省看嘛，迄嘛是我呢。你是要哪要哪个摆渡？那较紧个，唔敢掉，迄就是我。咱莫个酸样啊。啊，那较紧个，咱唔知有这个缺点，那有较紧个会修改，暗示掉的。啊。啊，佛法就是家己安尼啦，啊，家己种种的问题嘛，啊，所以说，咱人际关系爱圆满，啊，安尼唔只好过日，啊，唔只好过，你讲啊，你就是我，你上紧，啊，人际关系上圆满的方法，咱的人际关系上圆满的方法，啊，就是个是讲，你就是我。啊，咱来去学人就对，上简单。按中国学个来讲，孔子嘛讲，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矣。对呀，咱三个人在行。因为咱平常对自觉家己较少啦。我这么讲，有安尼讲安尼，恁才会晓讲想讲，咱有需要自觉，那无一般人不知道，无自觉。没了解，阿不自家你会怎么办？啊，所以说啊，阿唔该用看，阿唔用神经啊，东行啊，我有看伊呢，阿冇看伊呢，伊个好处伫底，阿我唔在乎啊，伊个坏处伫底，我唔在乎啊，我是安尼学个，唔错讲爱神经东行，比如我师傅，就是安尼。那么提高咱的品质、品格，咱的素质要提高。啊，人阮师讲海，咱人的品质啊，要提升咱的品质啊。阮师是安尼讲，我是讲，咱的这个人格。爱提升，所以我讲品格。到有分上中下，上品、中品、下品，迄拢咱会过。咱要提个高位，你了解哈？所以说爱提升咱的品格。所以说一定要这样子，你就是我，安尼想见。啊，安尼咱才会较紧稳稳。
是这样的啊。那所以说，咱这里，就像安尼讲啊，这就是表示咱这里慈悲啊，做慈悲的这个无上的，吉祥，咱知影哈，这个来的，来的就是讲咱来内涵啦，来在啊，咱的内涵，安尼了解啊，内涵。原来有这个涵养就对了，那涵养太重要呢，是吧？咱爱修心修忍辱行，忍辱行呀呢，安尼是增加咱的涵养。啊，咱爱对人较谦卑嘛。啊，咱佛教所有拢爱讲爱学忍辱，我咱就心通地啦。我安那都爱忍辱，啊，无忍辱嘛比赛。那因为那大家要来变神通的啊，你嘛神通地，我嘛神通地，啊，恁大家拢神通地，变啊，啊，唔得你变惯呀，啊，哈，啊，安尼啊，敢袂好变，哈，啊，佮变惯就袂好变啊咯，啊，对不对？啊，迄袂使变惯，变惯就正经啊，啊，世界和平，啊，公慢啦。啊！你小台都睇到未得去啊！嗰啲啊好病啊，所以说你点解忍住啊？爱去牛人啊，啊个谦卑啊，这种咱的内涵啊，唔就讲内德、内相、内德，安尼讲哈啊，就是讲啊内德哈。啊，这是咱的德行，啊，所以说咱啊培养这样的内涵，内涵是最重要，就是这样。哈、哦，啊无，咱以后哈来讲到这个第七章，安尼就好。啊，可能时间到位，好的啊，啊，来合掌。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